八個係乜嘢？八百財星位哈。今年就係中宮啊，中宮，大家知道咩叫中宮冇？這個哈，你們要回去量的喎，你的家中間，你把你的家的中長寬的中間中間點，一般上會喺邊度？大廳，一般上啦。除非你的大廳很奇怪的，不知道在哪裡的邊角的是說中宮在廁所，是啊，哎呀，中間為什麼家中間放個開個廁所，顧客多啊， OK 啦，那中宮 在中間今年就慘了，因為中宮就是我說的第二個全好的地方啊，今年除了我們說的北，第二個就是中宮啊，因為同樣正財星在那裡，沒有任何的殺星啊，非常之好的、那個、地方啊，啊，而且正財是什麼？你的事業的正財啊，財位，你的事業正財就在這個地方了、啊、所以當旺的財星啊，看到沒有、啊、所以主福祿富貴 啊，如果健康都是啊，所以這個地方不要幫我求求其其烏烏糟糟的樣子、啊，暗暗咁樣樣嚇，大廳我俾光亮 ，OK 啊，空氣我流通啊，啊，我窗户啊，空氣嗰啲我流通嗬、啊。跟住落嚟可以放嘅啊，好多嘢可以放，啊，呢、這個都可以放，哦、啊，放大廳比較容易，呢、這個啊打天財神嘅風水輪都可以嚇，啊，呢、這個俾大家參考一下嗬。咁、啊、呢個地方有啲人唔適合放嘅咧，誒、欸、放一杯水。啊，貔貅面前可以放水的喎、哦，都可以。啊，你大廳度冇放杯清水在地下，我問你奇怪冇？我布局，我布到好骨子嘅，你知唔知？我布到好 high class 嘅，你知唔知？我布到俾人哋又唔清又睇唔出，但係好莊嚴。嚇、啊，唔好為咗布而布啊！真係擺一個水桶喺中間。這個真的被人家說一直被人家詛咒、啊、哪裡有好呢、啊、教了你們這個回去要運用你的設計的頭腦，要運用你們的那個智慧、啊啊、不要省令我的招牌、啊、麻煩、啊、OK、啊啊、放到靚靚來、啊